最近好烧这个品牌，而且重点是它不贵，它不贵，然后重点是它很便宜。第一个我配的是它超轻的，我一定要有一个鼻垫，就是要有这个垫子，对我来讲就比较不会负担那么大，而且调整就是调整这里就好了。对，那这一副也是同样这个品牌，就是那纽约的品牌，然后是这一对姐妹他们自己设计的。这个框我喜欢的，它的镜片本来是有一点渐层，我把它拿掉，因为我喜欢这个框，所以我就去配我的老花度数，然后呢我就可以，因为它很轻，所以我就可以看书啊，看这些，然后拿下来都很轻，所以不会有那个印子，压痕好看。然后我喜欢的墨镜都没有太暗，因为我眼睛就是老花嘛，如果太暗我怕我会看不到，会跌倒。清晰度，然后这是我喜欢中性一点的，我没有像，因为同一个品牌你就知道我们个性不一样，就是我会比较中性，男生帅气一点，帅气，然后也是很轻，这也是那个品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同样一个姐妹设计的那两个风格差别很大，中性这个就很很女性。再来就是这个，她还会设计这个，这也是不同材质，你看它每一边的细节，好可爱。这里还有它的侧面，对啊。可是这个圆形，老师，这个圆形是要看人戴。如果脸太肉或是太宽，基本上其实基本上圆脸当然不太适合戴圆形。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体的轮廓。比方说欣美姐，因为她选的是大圆框，对，所以大圆框不会因为你的圆脸而造成负担，反而会有修饰的感觉。好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喜欢的一个品牌。那我先介绍，也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喜欢品牌。我拿到的也是限量。你们两个限量，我们两个太多喜欢品牌了。共同的喜欢的品牌跟样子几乎一样，可是我没有它那么黑花了，我的眼睛就比较简单。那这个为什么限量？因为它，你说它圆，但是你仔细看它不是圆，对啊，它是有点不规则的圆，对，而且它好轻哦，这个也很有质感，这个也好看，这很有质感，很衬肤色，对不对？很衬，很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而且它略是不是略带一点的微微的微微的颜色，对，棕色，因为我有一点点棕黄色，这是限量的，然后树林没有。